志良是属于彭亨州的其中一个小镇。根据网络上的调查，志良其实有卖很多美食，只不过他们的评论都停留在几年前，很多也没有这个 Facebook， 即使有的话也没有更新。所以今天我就带着误打误撞的心情来到志良寻找美食。Later。我刚才来到了这个新鸿运茶餐室吃早餐，环境方面是很宽，但是选择性不多，里面只有一档卖面的，然后本店是卖一些竹草，里面最好吃的就是它的烤面包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埃顿饼家，这一个是住家式的手工饼家，先做先卖，然后它也是承传了第三代。Later。我现在来到这一间庙，它是建立最山顶，然后从路口进来这一边，你需要经过这个油中巴的路线来到这里。根据我路上的调查，你来到这一间庙，它的环境会让你感到很清静，然后心也会很凉。
我先来让你们看一下四周围。来过这里的网友没有提到会经过这段路，一路上也没有路灯，我现在来到智良老街茶餐室，原本想尝试它最著名的煎肉，哪里知道看到牌显示东主出游，所以今天休息。2000 years later。我现在在我的小姨的家，所以刚才那一个糯米鸡是我的表姨夫妻的自己做的，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联络他们。
刚才吃完晚餐，刚好碰到下雨，环境方面很宽，很凉爽，然后服务方面也是不错，食物方面很大份，然后选择性又多，重点是价钱公道，而且又好吃。所以在当地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去那一带的话，不妨可以去试一试。